苏雅，这是之前讲好的200块，再麻烦你。个人是守信用啊。那呢，是不是当请苏雅将我兄弟放出来？陈老方即摆嘛死命，我若凊彩甲放走，这件代志互朝廷知，连我甲官僚拢有罪，你知无？啊是，那呢，苏雅的意思是，因为11点是多见交下班的时间，这段时间我来做安排，趁这个机会，你全部的兄弟要都放夹夹，陈老方传走，安尼你有清楚无？啊有，我有清楚啊，多谢苏雅。好啊。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甲管官也阁有代志要讲。啊，苏爷，再麻烦你。来，你，这是金世高提来200块，请你过吧。水啊，这件代志虽然你办了真好，也毋过你敢有想过，新的官僚下面嘛要来接你嘛？万不如伊若查出来这个代志，是咱放走金世国的，那你到时阵朝廷若追究起来，咱是有罪哦。大人，你放心，这点我已经想清楚啊。明仔载我放火烧大楼，到时大楼内底敢若有烧到变骨头的尸体，根本就分袂出谁是谁啊！安尼，咱的案件会当安卡。不但是安尼，连较早咱提前办事的案件也做一解处理啊。哎，我这招叫做一鸟而鸟。真好。